欢迎收看问题咪网络大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名王宏恩。我是罗文。哇，今天的大来宾，我是王彦威，对，我是马来西亚。听说在 YouTube 发行一些影片，哇，不得了啊，哎，不得了啊，成千上万这么多的影片竟然会被看见。对，那个很久远的啦 ，cover 大概是16、17岁的事，乱乱弹一些歌这样，然后喜欢听到喜欢，哎，好听的歌我就会自己弹来唱，然后就被老师发现。哦，就被陶山嘛，对，非常有名的制作人。可是我从小就打算要来台湾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大概小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听广播电台。不过那时候对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是什么样的一个期待跟心情？哦，我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好棒哦，这些音乐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说，既然我被这些音乐感动，那我就要去寻根。先来听他的声音有多特别。听他的音乐之前没有看到他本人，我觉得这人应该酷酷的。哎，怎么看人本人以后反差很大，反差蛮大的。因为我听你的音乐的时候，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rock， 然后比较酷，比较不说话的人。我很喜欢可爱的导演，而且你的声音很适合唱这个。我觉得突然有，我等着你回来。哎、欸，那你写歌都是用什么方式写歌？我写吗？还是有乐器？会用乐器，用电脑 key 一 key， 然后就开始唱。也是无师自通的一种方式。对，你已经听过很多的歌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不如我觉得接下来一个考验，哎、欸，我就放一些歌，你听前奏，看可不可以猜出这是哪些歌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唱给你两句好不好？好。是什么歌？刚好遇见你。哦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再美丽，风吹太犯规了啦，这个太简单了。下一首，下一首，好卡。哇，这不是我以前比赛的歌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，一起来，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哇，这首我知道啊，这要可爱一点。或者这样好了，我来帮你弹。好啊。确实有的时候音乐也不用太多华丽的包装，回到单纯的歌声里面就够了，这样很妙的。有一首歌，哎，对不对？保存期限，就是我觉得要去接受这个保存期限的存在，而不是去害怕它的到来。嗯，哇，像我们都已经过保存期限，对，当下很重要。对，我们快开心快乐的唱歌，没错，什么期限都不重要。我跟你讲，当下才是real，好不好？才是真实的。既然讲到创作好了，你有帮你比较喜欢的创作是有给别的歌手写的？有，我很喜欢之前写的，大概两年前跟艾怡良一起写歌词。哦，对，你写歌词给郭靖，对，郭靖，郭靖。可惜哦，可惜。那不如就先为我们唱一下。但是呢，我们节目不会让你那么容易通过，好，干扰你，看对这首歌是不是真的那么熟。One two three， 来。可惜最后你不在我
身边。可惜了我爱着你那几年，这是可以陶醉的，没让你听见。我却现在我的眼泪，可惜最后我就有点破坏他，不好意思，他也太理我耶。我觉得感觉是考验罗文玉的感觉。对，你之前在马来西亚会听什么样的？我都蛮喜欢，就是像奇遇的、啊、哦，民谣比较民谣一点，对、嗯，像什么有花的，我发现都很好听。哦，比方花啊，那个海上花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妈妈讲了话。我们把接下来这段时间你清唱，让观众还原到最纯粹的声音，让你听听见你的声音。带大家到大自然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珍禽流的小溪。妹，你这么干扰，对，你的好可爱、啊，你的橄榄树，对，刚刚有踩到一坨羊大便的，再来一首老歌好了，我给你自己唱。能听蔡琴的哦，来个蔡琴。那个我最喜欢他一首歌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是不是？恰似你的温柔。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一首，恰似你的温柔。总之是希望网络大明星给你最大的祝福了，好不好？追求梦想不容易。难忘的回忆。送主持人的礼物哦、欸！新人来怎么好意思啊？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树哦！哇，希望以后新人都比照办理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，观众朋友有我可爱的照片，拍了一下拍立得，很 Q 哎、欸！之后我自己你看跟造型一模一样，来比一下，哇，签名哦，签名的哦，签名有爱心哎、欸！那怎么样得到我们这个礼物、啊？出一个题目好了。嗯，那我就考说，今天唱了一首跟我生命很有关系的歌，是新歌哦，四个字是什么歌？哇！就买东西你要吃要注意它的什么，好不好？防腐剂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它的，所以它很快保存期限就很短。哦，哎，知道答案的，他唱了什么新歌啊、哦？可以呢，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，然后分享这个影片，我们抽三个朋友送你海彼得。好，我们网络大明星呢要独家首播，可以看我们的 Love APP， 可以下载看见我们精彩的节目。那我们 Web TV 网络大明星成功，我们欢迎 Julia Wu 吴卓源。大家好，我是 Julia 吴卓源。